哎，这个屁股真的转的好奇怪，大，就是这样扭大大。好害羞啊！跳舞有点前的动作其实真的挺简单的，但我做起来真的好难啊！我以为的 rap 不是那样子，什么 rap？rap 的他让我跳这种，他传。你又不是不能跳。你跳一下，何凡干什么？我就特别抗拒，然后我就记不住动作。所以刚哭过了？没哭，我不可能哭的。从头开始啊，来，好搞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搞笑，我又想哭了。快老师动作，别管我的表情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八。我们小抠一下动作好不好？好。林凡，你哭归哭，但是动作还是要做好。